三少爷，三少爷，去给我拿点电票过来。三少爷，这事儿得老爷亲自交代，小的不敢做主。你心里应该清楚啊！我阿爹既然让我到这儿来，那这银号将来一定归我管了。对，你就不怕以后我让你滚蛋？ 三少爷，这拿钱的事儿您知道，一定得老爷亲自交代。我真的不敢做主啊！蠢的可以，走走走走！快干活，快干活！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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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
臭东西，妈，买大看小，买小看大，竟和老子过不去，也不玩了。呀呀呀！告诉你们，我家银号都是我的，我明儿就拿10万块把你们全收拾了。什么破玩意儿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没长眼睛啊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呢！我哎，别乱来！表演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可是堂堂段家的三公子，知道我是谁还敢放肆？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他是有眼无珠，还不快给段公子赔不是？段少爷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小的给您赔礼了。行了行了，算我倒霉，反正我也倒霉透了劲。段公子，今天手风不顺吧？差点输得连裤子都没了，连我们班热都搭进去了，就不玩了。哎哎哎，您别急呀，我看你一表人才，今天我就教你这个好朋友。去，给段少爷拿10000块钱，让他好好玩。是。对。来，段公子，您拿着。表爷，我这怎么好意思呀？咱萍水相逢的，我怎么能拿您这么多钱？三少爷，今天我交定你这个好朋友了，怎么不给个面子？彪哥，从今往后您就是我大哥，做小弟的先谢谢您了。那我再进去玩几手。行行行行行行，回头赢了钱，连本带利一起还你。好说好说，那我去了。哎，去去去。卓人，请进。阿慈，啊不，四娘，我亲自下厨给你做了点甜汤，趁热喝吧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坐。哎，喝吧。谢谢。你慢一点，这么大的人了也会被呛到。我没事，没事的。你是不是还在为生意的事发愁啊？啊？你也知道了。虽然我们很少见面，但是关于你的事情，我还是挺关心的。你爹说你到现在都不答应。是这样，生意上的事，我以前从来是不过问的。可是，这一下子让我去做，我又怕做不好。卓人，我希望你答应你爹。自从我进了段家，全家人就你对我最好了。我一直都希望你能够胜过别人，只可惜你阿爹也没有给你这个机会。现在机会来了，你应该好好把握啊。我相信只要你用心去做，就一定做得好。可是，我还是担心，怕我做不好。你要是对自己没信心的话，可以找你舅舅啊，他这个人什么都懂，有他帮你，你心里会踏实一点。
找我舅舅。嗯。我试试吧。卓仁，你快点行不行？我们都迟到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正在琢磨着，我一会儿见着李老板，我怎么跟他说呀？哎呦，你甭琢磨，有我呢，你甭胡思乱想了。你快快快！你怎么这么慢呢？你怎么？哎，快！天宇轩，哎，就这儿了。哎，走吧，走走。啊，走。哎，舅舅，我还没想好怎么说。要不，你先进去跟他说，我在这等你。你想什么呢你？啊，你是大老板，我进去，我算哪个葱啊？哎，你跟他说，你就是大老板呢，我打你不行？你说，我倒想能行吗？啊，你爹要知道，那我们俩都得倒霉。什么呀？你这想什么呢？快，舅舅，你就帮帮我吧。哎呦！临阵磨刀不快也光。嗯，过来，我告诉你绝招。绝招？绝招！你一会儿谈生意的时候啊，见着李老板，千万别害怕。嗯啊，把心放到肚子里。嗯，睁大了眼睛，狠狠地盯着李老板的眼睛，狠狠地盯着，一会儿也别放松。哎呦，这样管用吗？这怎么不管用呢？我是你舅舅，我能骗你吗？啊，你爹当年谈生意的时候，我老跟着，他就这样，狠狠地盯着对方的眼睛，让他甘拜下风。狠狠地盯着，嗯，让对方甘拜下风，甘拜下风。我还是觉得，哎呦，站直了。哎呀，卓仁啊，你还别说，你还真像你爹当年那会儿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好走。两位客官请。快快快！这就是段府订的包间。别，李老板没来呀？幸亏没来，你看看。哎，卓仁，你坐下坐下。哎，你在这坐着等会儿，喝会儿茶，我去厨房看看有什么好料。今儿咱爷俩。加工祭祀，吃点好的，喝点好酒。哎，别害怕，老板来了，狠狠地盯着他。记住了。哈哈！吃吃吃吃吃吃！哎呀，对，我告诉你们，段家那个四少奶奶阿慈，她跟别的女人绝对不一样，她比良家女子多了一份妩媚，又比芳春女子还多了一份。羞涩，我告诉你们，那个娇滴滴的阿紫，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。段路还是个老太监呢。哎，干什么？你都胡说什么？啊！你看，就你放开他。你是什么人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原来是你的声音。是我的声音，又怎么了？你说你和阿慈怎么了？你把话说清楚。这个阿慈和他相好的小白脸儿还真不少啊，除了刘伯恩，这又来了一个。阿慈和刘伯恩怎么了？啊？你说清楚。他们怎么了？你问我干什么呀？你去问他们呀！你要是问我和阿慈怎么了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你跟阿慈？
让阿慈干什么？你说。过来呀！我告诉你。你说。男欢女爱，风流快活。哎，想打我们局长啊？啊，你打呀，打呀！不知道这也敢打我呀？啊，你看看这人儿。走了，来，我们接着来。哎，主任，主任，你去哪儿？主任，主任，你站住！主任，你跑什么跑？这是谈生意，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。这。这段木海，这孩子怎么这么坏呢？这么一个个的，走！别碰我呀！走啊你！走，快点！要是敢骗我，啊，我就弄死你！勇马帮！必须马上离开这里，那些大马贼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嗯，对。老爹，既然知道那匹马贼还会再追回来，我们是不是把货丢了？这样可以跑得快一点，他就不会追上我们啦。丫头，我们赶马人最讲究的是信誉二字。我们赶马的人随时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就是自己的性命丢了，也得把人家货给人家送到。信誉比命还要重要。对，信誉不仅是咱们赶马人的饭碗，而且还是我们赶马人的尊严。信誉和尊严，我们宁肯为了尊严而死，也不能没有信义的活着。老弟，开步吧。开步喽！怎么着，李老板的面没见着，他得跑了。是啊，姐夫，你说我在后边直喊呀，这孩子头也不回就跑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这，哎呀，姐夫，害得我叫了一大桌子菜，一口都没吃，浪费了。你把他给我找来。没回来呢。你把他给我找来。我找了，姐夫，自从他离开天宇轩，我就跟着后边找。我这四处都找啊，累得我这腰酸腿疼的，我这连影都没找着啊。我饶不了他，我看他能跑到哪儿去。阿慈，你。
你怎么会这样？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该是离开的时候了。你先别急，等你伤养好了，我再想办法带你离开。我说的不是我，我说的是你。要我离开，这么多年，我只想着怎么回大理，从来就没想过离开。阿花已经把你的事情都告诉我了，你现在是用仇恨蒙住了你的眼睛，是被仇恨毁了你的心性了。不要再这样下去了，我相信就是你娘在世，也不希望看到这一切。可你要我就这么离开，我不甘心。阿细，不要再叫我阿细。那个小女孩应该早就不在人世了。我还是希望你能好好想想我说的话，不要再这样下去了。段家真的毁在你手里，你真的会开心吗？不要骗自己，不要折磨自己。你别胡思乱想，好好养伤。我不想见到你。你别动，你喝多了。你走，你不要跑到我房间里来，对我虚情假意的。你走。好了，躺好了。你走。你不是想找男人吗？我也是男人。卓云。我。全都知道，早知道你是这么不要脸的女人，当初我死也会阻止阿爹娶你的。不要胡说八道，你清醒吧。阿爹，该清醒的人是你呀。阿爹，现在全大理的人都知道他和齐雪峰干过风流事啊。阿爹，阿爹，胡说什么？阿爹，我没有胡说，那个齐雪峰到处说我们家里的事呀。阿爹，阿爹个畜生，阿爹，叫你清醒吧。老爷，畜生，我打死你个畜生。
你相信了周人的话？我都活到这个岁数了，怎么会相信曲学峰的胡说八道？ 你别怪周人了，卓人我不怪他，可是齐学峰，我饶不了他。别忘了，他现在还是警察局长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不会让他侮辱你，我会让他尝到侮辱你的下场。别想那么多。 报告局长。 什么事儿？说。今天城区守卫队跟巡逻队还是没有刘伯恩的消息。真是奇怪了，他难道长上翅膀飞了不成？不，他肯定还在大理城。可是到处都找了，他究竟会藏在什么地方啊？是啊，他到底藏在什么地方？他受了枪伤。 肯定得找医生，可到底是什么人在帮他呢？阿慈，局长大人呢？请您千万等一等，您可不能就这样进去啊！你给我让开，我在捉拿杀人凶犯刘伯恩，我要进去搜查。哎呀，局长大人，我马上就跟我们家老爷给您禀告，说您来了，请您再。 好，我可以给段木海点面子，但是你要去告诉他，让他快一点，否则我可要亲自带人进去了。好，局长大人，请您稍等，稍等啊！老爷，不好了！老爷，不好了！警察把咱们段府包围了！老爷，不好了！曲学峰要进咱们段府搜查刘伯温的。曲学峰真的来了。 刚才老刘去喊段木海，齐月峰，齐月峰他真的把段府给包围了。阿慈，我们得换个地方藏人了。不行，现在大家都知道齐雪峰来了，换地方根本来不及。再说，段家人都恨刘伯恩，万一被他们看见，情况会更糟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阿华姐，我们现在自己要先稳住，你陪我出去看看。 看情况，我再告诉你怎么做。把这个交给长老，快去快回。是。 大姐，我们家卓里在营号呢，你们家卓人呢，赶紧叫他出来呀！二妹，你就别在那瞎起哄了。这件事，老爷自有主张。你少说两句好不好？对，无风不起浪，人家齐学峰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就跑到咱们家来搜啊？搜不到别的家去啊？也许刘伯恩就藏在咱们家，那也说不定。哎，大舅爷，听你这话的意思，难不成刘伯恩就藏在咱们家了啊？我什么呀？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？你怎么像是齐学峰啊？你什么意思呀？我都给我闭嘴！老爷。
老爷，就你话多。不是，齐学峰那个。你还敢说？老爷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民不与官斗，齐学峰要硬闯进来，你就让他搜吧，别动气，免得伤了身子。 在这待着，我一个人会会的。老爷，老爷，姐夫，小心哦！阿慈，你留在这儿。不知道段老爷是真的腿脚不方便，还是故意在拖堂。 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，你要是再晚来一会儿，我这可就亲自带人进去了。我看你敢！我堂堂警察局长，我在执行公务。你也不想想，刘伯恩杀了我儿子，我能把他藏在家里？我还没这么糊涂。我不管你糊涂不糊涂，你说什么都没有用，要等我进去搜了以后，我才能相信你说的话是真的。 看来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啊，段老爷，这话严重了，您可别忘了，我这是来替你捉拿杀子凶手。那么前些日子，你把刘伯恩放了，这又怎么解释？这个嘛，你想知道吗？很遗憾呢，我不能告诉你，因为这是个秘密。 这样不行，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的。阿信，你这样做不值得，还是让我出去吧。你别这么冲动好不好？你真的觉得段老爷能挡得住齐学峰吗？他听了卓人的话以后，已经恨死齐学峰了。阿慈，我不能再连累你了，让我出去。哎， 不准你去！不，就算齐学峰真的闯进来，我已经早有打算了。你打算怎么样？我会一直陪着你，就算死，也要和你死在一起。我绝对不行，不可以！要不是你，我早就死了。现在就算为你而死，又有什么不可以？我不能再连累你了。 还是让我去！段慕海，我可再没闲工夫跟你磨牙，你赶快给我让开，不然撞断了你的老骨头，你可是自讨苦吃。副官，进。慢着，那咱们就比试比试。来人！ 段老，您是准备带着您这些家丁去打鸟啊，还是抓兔子呀？你不把我放在眼里头，这没什么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谁要是敢上前一步，我就在他身上戳几个窟窿，不信你就试试。好，我算你有种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是你的火枪厉害，还是我的快枪厉害。副官，准备，瞄准。 杨长老，您这是在干什么呀？局长，平时我们族里人是很支持你为百姓做事的，不过今天你不可以这样。可是杨长老，我今天在捉拿杀人凶犯刘伯恩呢。 可我们族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穆海会把刘伯恩藏在家里。杨长老，你这么帮着段穆海对抗警察，这可是在对抗政府啊！如果上面追查下来，我可帮不了你们呢。我们不打算要你帮忙，我们可是来帮穆海的。好。
段慕寒，我算你今天狠。不过我有句话要告诉你。前几天我放了刘伯恩，那可是阿慈求我放他的。阿慈为了他，可牺牲不少啊。您不想知道他跟刘伯恩的关系吗？嗯。副官，收队。收队。 他现在就是走了。我想以后还会再回来的。我了解齐学峰，我一定要离开段家。 我还能上哪去啊？我咋知道？这得你自己告诉我。老爷，我不明白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。自从您出门之后，我就一直在你房里祈祷，希望你不要出什么意外，能够快点回来。后来听他们说你把齐学峰赶走了，我才放心了。我以为你会很快回房，就一直在那等着。 谁知道你会在这等我啊？我听到一些话，想直接问问你，所以就上这儿找你来了。老爷听到些什么话？我听齐学峰说的话都是真的。你说什么？ 老爷用这种卑鄙龌龊的话来质疑我，我就算是再解释，您心里还是会有疑问。我倒情愿承认，齐学峰说的话都是真的。这样，无论你怎么对我，我都愿意接受。 这么说是我不对了。其实我不该问你这些。自从我嫁给老爷，闲言闲语满天都是。要是字字句句都去追问的话，这种日子早就过不下去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真是蠢透了。 我这是怎么了？这件事儿就不提它了。老爷，好了，不要再提它了。老爷，我是要跟你说，上次阿花提的普洱茶的事，我找到买家了。是吗？而且是低买高卖，算一算，能挣不少钱呢。
不要再犹豫了。我现在还不能离开段家。忘记段家，忘记那些仇恨吧。我在我娘坟前发过誓，我还没有实现我的承诺。那些已经不重要了，你付出的已经够多了。如果你娘在世的话，我相信她一定会让你跟我一起走的。我是不会答应你的。阿信，你忘了你在段家怎么跟我说的了？你说你愿意为我死了，可是我不希望你为我去死，我希望你为我活下来。走吧，这样的话你就会忘记那些纠缠你多年的怨恨，而且你会发现，你在宽恕你仇人的同时，你自己也能得到解脱。明天下午3点，洱海边的白石角，我等你。伯恩，阿慈，你曾经接受过我给你的希望，我希望你再接受一次我给你的希望，答应我，答应我。看一下，搜一下。是。好。把货给我运回去，继续追。走。走。是你好长时间没给我按摩了，还是你今天特别用心呢？老爷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说不清楚。不过我感觉很特别，跟以前不一样啊。也许是您今天心情好的缘故吧。心情是不错，要是晚上你能回来睡，那就更好了。等我回来吧，等我回来我就搬过来。怎么你要出远门？老爷，这次普洱茶的生意，我跟阿花都赚了一点钱，我们都挺高兴的。阿花又找到一单生意，所以明天我要跟她去一趟普洱。你怎么才告诉我？我也是刚才决定的。如果黑夜停留了春风，怎能拯救？
爱月是我今生的挚爱，那这个阿慈呢？他是我必须要关心。